接下来，我们来了解女十恶里面的最后一项：女生臭恶，不尽长流。这个地方就是所有女人的痛了啊！春夏热时，虫血杂下。经云：女根之中，二万蝇虫，形如碧串，细若秋毫，腥臊臭秽。 私堕胎孕，怀孕产生污秽狼藉，善神见闻悉皆舍去，恶鬼亡魉速来侵扰。啊、哦，这就是女人心中的痛，生理的痛。他讲到春夏热的时候，那女人就是有这个，哎，这个叫什么？天癸嘛，啊、哦，这个经血。 那总是女人生产呢、啊，难免会有些恶露，那有些生理上面的代谢物，所以会产生腥臭的味道。那如果生生产的时候啊，常常啊有很多这种呃呃，因为怀孕的时候的毒要排啊，养儿育女当中啊，有好多好多辛酸之处啊。 那他这个地方讲，如是比壁愚人犹贪弃舍念处破佛境界，死入狱中畜生恶鬼长劫受苦无解脱时，这些都是很辛苦的。那如果有的女人呢，自己不知道，然后还自己以啊、呃、能够为一个女人来作为自己啊、呃、生命的目标。 那这些实在是不知道修行的，我们应该要懂得要舍这种不清净的、不坚持的这种色身，而要来修行贸易坚身，就是我们要修行正德清净的法身，所以不再受这种呃这种女人的各种百恶来所烦扰。 那话说修行哦，女众好好修行哦，生理上面都会及早、及早的停止这些不好的东西。这个是呃，经典里面《经论》里面有有几样，女人开悟正果，哎，就没有这个月水，就没有了，它就自然没有。 也就是，呃，丈夫啊，成就大丈夫相啊，这些也都没有。那最主要今天呢，呃，举出这些资料给大众做参考，无外乎就是要知道，我们必须审慎的去思考，生生世世非女即男啊。如果是在人道，在众生界里面，不是公就是母啊。比如你今天。 你的性别上面、色身上面的条件是女女重。但你知道女的百恶，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处理，那么你就可以不再受限于女生嘛。男也一样啊，男重你确实的身份为男，那男有男的缺点哦，男重有男重不好跨越的点，并不是说男重你就一定会成就大丈夫哦。 不一定啊，你可能是作奸犯科的小人呵呵，也可能是强匪啊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个上面，就于我们的果报而言，有男相女相；就于清净的法身而言，要从这个男相女相当中能够处理出来。刚刚所讲的这些女人的十恶，总不外乎是些习气呀、啊、思想。 等等，生口意呀、啊，不外乎生口意这些造作，所以要修行的话，就必须认清楚、想清楚，这些都不要让自己不断在里面担染，不断在这个恶习气里面串习串习，这样子成佛无望。上次有快速的介绍女友，女有五脏，障碍成佛。 这个五脏是不得做梵天王，那我们细解为什么不得做梵天王？他说啊，梵天呢、啊、于因中修持善界，所以获得他的果报为天王。那女人呢生气欲染，所以不得做梵天王。意思是说，梵天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要成佛之前呢、啊，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。 他会持善戒，会梵天就是持犯恨。他犯恨就是没有男女欲这件事情。你基础上要修行破除男女性别的执着，是不是要破除男女欲？所以梵天他在修持善法的时候，他修犯恨。那女人，如果你这个上面没有办法突破出来，那当然就不能当犯天了。 因为清净跟染垢程度不一样，所以修行要成佛之前呢，当然要完整的修完所有。那这举个例子哈，这以前看过的一对夫妻，话说在四十几岁的时候，这对夫妻四十几岁几岁的时候，这个先生有有女朋友。 那这个女朋友啊，啊，这个太太知道之后，心中很难过，很难过。那因为她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学佛，所以她知道她先生有女朋友，她就自己找到到佛前，她就向诸佛菩萨禀说了。她说啊，这应该是我的因缘果报。 那过去生过去是我们所结的因缘，此生只是作为夫妻嘛。那他有了喜欢的对象，请诸佛菩萨慈悲加被，让弟子心能安住。我刚好可以修放恨，他用这样想，他就没有去跟那个那个女生啊心里做一个很强烈的对立，于是他就安住，好好修行自己。 这个先生也乐得清闲，因为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发生继续过,过下去。那过过过过到呃这个几年后啊，几年后这个她丈夫跟她女朋友之间呢，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嫌隙，因为她这老婆没有退位，她 <laughs> 没有办法成为。 正事啊，他都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妻子。那这个先生呢，想来想去，他觉得他这个太太啊，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说实在，女德也有啦，只是就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就会去有了新的对象，环境因素吧。那这个先生后来就决定跟这个女朋友分手，他就回来跟这个老婆忏悔。 他跟老婆忏悔说：“这几年是我自己爱气头了，啊，我纵容了自己。那你也也不跟我闹，我也没有理由把你给休了，<laughs> 因为他都没闹啊。然后他说：‘我我觉得我很惭愧，你愿意再给我机会吗？’他这个老婆学佛了，他回答不大一样。” 我们一般吼、哦，拢会跟你混的入骨，对吧？哦，我操，就万次呀！你背叛了我们的山盟海誓，背叛了我们那纸婚约。<laughs> 啊，这个老婆她说：“你本来就没有失去这个家，但是这多年来，我很感恩你成全我修放恨，所以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什么。” 我只要求一件事：你是否愿意继续成全我？他是这样要求的。你是否继续愿意成全我修放恨？哇、哦，这个先生头大了，头有点大。啊 <laughs>，想着想着，这个老婆很坚持啊，非常的坚持。他就说：“我很惭愧。” 好吧，我们试试看。就是他先生的这个外遇使然，结果他们两个开始清修。后来呢，这个太太啊，到更老的时候，他先生也跟他一起修行了。更老的时候，他这个太太啊，就常常回向给他以前那个女朋友，想法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想法不一样，他就回向。他说我：“我我对于你中间那一段有女朋友的日子，一开始我是很痛苦的，但是我用佛法、因缘果修行来让自己跨越。多年后，我尝到的是甘美的甜的果，而不是恶果，因为那段有第三者的日子。” 到最后，你回来，我们成为同参道友，说发展不一样。这这段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女生，这个女众，她也曾经有自己生命的故事，很辛苦。可是最后因为修行，她破除了男女欲，也破除了所谓嫉妒这些。 很恐怖的东西，潘先生也因为他的这种坚持跟清净柔软的心，把整个家庭改造好。所以你有五脏的第一，不得做梵天王，都要靠自己修；第二，不得做地士，我才做天工辈啊啦！哈，这个地方他说地士勇猛少欲，修持善戒，化为天主。 若女人杂物多欲，则不得做地势。就是当四体还阴这个地势的话，他很勇猛精进，而欲望很小，欲望很小。那如果是女人，她在这个欲望里面杂跟恶的事情太多，你怎么可能果报会成为地势呢？这四体还阴。 因为世体皇迎在天界，也是带领天天界的众天子们、天子天女们，要聆听佛法，会清近三宝。那而且要修持善戒。如果女人心思不善，而且她杂杂的那种欲望很多，恶的念头、恶的欲望也很多，你不可能成为第四天嘛。那修行要成佛之前。 差不多每一天的天主都会做过了 <laughs>。照那个实地季报来讲，他就是会成为某一天的天主，但不是为了去享乐，他是为了要度化那一界的有情众生，也一起护持佛法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你有五脏，如果你不修，是不可能成佛的。第四天就不可能。 因为少欲跟多欲差异很大，女人如果多欲，那不可能。那当四体还因地势的话，她是少欲。第三，不得做魔王。那这个地方讲魔王，他在因为，也就是菩萨道的因为发愿要修行的时候，十善具足，尊敬三宝，孝奉二二亲，所以他报道呃欲界的他化自在天做魔王。 那女人不大可能的。如果这个女人是在讲这种女人，不是讲女人不能够转女成男了、啊。我们现在只是在讲障碍。如果女人轻慢、嫉妒、不顺正行，就是行为里面不顺的正如理、如法、如律正确的行为，那不可能做魔王，因为她心性羸弱。 那这个做魔王，他必须刚强。那女人如果懦弱，而且轻慢、轻佻啊、轻浮啊、高慢，又会嫉妒，那这个迥异啊，差异太大了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做魔王，他化自在天，常常啊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呃，《经论》里面有啊，魔来考核修行人。 那有一些呢，其实是菩萨故意来考核修行人，让你突破你的瓶颈。那如果是你自己呃心中不正，而相应于这个魔来障碍于你，那就看你能不能过得了关。过不了关的时候，这个都叫魔考；过得了关的时候，这个都叫菩萨。就是菩萨来激励于你。 而让你，让你能够突破你的瓶颈。所以你有五脏的第三个是这个，第四个，女生你有五脏不得成佛，是在讲不得做转轮圣王。那这个为什么会做转轮圣王？就是你发菩提心，在菩萨因位的时候，行十善道，慈悯众生，真正的慈悲怜悯众生而。 度化帮助众生，他虽然是福报很大，因为福德他的德不足，可是他的福很大，所以做转轮圣王。那一个女人呢？如果你一点点慈悯心都没有，净行清净的行为都没有，那这不可能成为转轮圣王。你没有真的去帮助众生，所以啊。 这是差异在转轮圣王仁慈，而这个女恶啊，女人如果嫉妒，嫉妒心很强，这两个迥异呀、啊，就不可能成就成佛。这样听大家应该很清楚嘛。第五个，女人不得做佛的最主要原因，是如来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泯念一切，心无染着，所以能成佛。 那如果女人生口意，三业都受情欲缠缚，当然不可做佛。女人是不是很多情？女人如果能够在情上面好好去参，好好去修，就很容易成就的。男人呢，只要在名利上面好好去参，也很容易成就，因为这是关卡。 男人的名利心很难放，因为生命有它的价值，有他自己认定的一种模式。那女人呢，都放不下情所有一切都跟情有关系，所以女人情绪多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嗯，因为诸佛成就万德嘛。 女人深陷烦恼中，差异很大。所以啊，这个是你用五脏。那这是《超日月经》里面讲的。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要介绍转女成男了。这转女成男可不可能？可不可能？可能啊。这是在体性上面、心性上面。那你说这个转女成男是不是？一。 这个是女生，然后中间变性然后变成一个男众，喉结长出来，胡子长出来、哎，不是这个啦，不是指这个，不是指这个，是在讲他的体型。上次我们讲丈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转转女生成男子的意思，就是变成男子。这是古印度他们说女人非法器，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《瞿昙弥经》。 作为开始，就在讲女人生有五脏三重之爱，所以要成佛，必须要转其身形。你活着的时候，身心啊，你慢慢的修修持，那这上面呢，你就有大丈夫的气概。那女人不能够入诸佛净土，这个是这个净土里面的。 学说里面讲的，所以阿弥陀佛跟药师佛，这就是药师经的十二大愿嘛。啊，药师、呃、十二大愿、呃、跟阿弥陀的四十八愿里面同样都有，都有啊。他有本愿，如果你好好念佛、好好修行，可以转女成男。在无量寿经卷上里面有讲，若重障的女人，就是障碍很深重的女。 能够称名念佛，由弥陀本愿故，能得转女成男之报义，就是最后你能够转女成男。那转女成男的这个，基本上是在讲他体性啊。今天如果说你有修行啊，有禅坐的人，大概心中就会比较懂得转女成男。如果你今天进入禅修当中， 你真的进入深深的三昧中，这里面呢、啊，根本对于相都破除了，对于物质都不执着了。你真的进入深深禅定中，你还会记得你的名字吗？你还会记得你是女人吗？时间、空间所有的观念根本都没有了。那如果能够正悟的话，还会执着这种相吗？ 上次我们就有讲，你没有破除男女相别，你就是一大意啦。男众看到女众啊，你喜欢的型啊，你就会起那个喜欢的心，那个、情愫会出来。那女众呢、啊，看到这个这个男众啊，是自己喜欢的样子，理想中，你就会起那个喜欢的心，那就是有点黏。 那就是没有破除男女相，那你破除男女相，你就很明白可以知道，这修行啊，就只要你好好修，你就会知道。你国卡硬道嘛是一顶皮，<laughs> 你国卡水嘛是衫盖唔到尔啦，嘛是迄顶皮，真的是这样啊。 你爱都爱那层假皮，那是假象，那都是假象。真正是佛性、觉性、智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世间看不清楚，所以会男男女女啊，假假真真里面就变计较，然后就以为。 男人真的比较尊贵吗？在座的男众干嘛呢？觉得吗？女人真的比较尊贵吗？在座的女众，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说来说去是我像害了自己，那众生相高傲鄙夷了对方。其实女生常说“臭男生”，对不对？<laughs> 那男生怎么说女生？烂女人，<laughs> 又臭又烂，哪个好？<laughs> 事实上，真正修行，佛并不是在强调这个，啊，他是讲的是我们的佛性，他们的佛性的问题。好，那回到呃这个本文来啊、哦，呃，这个是补充这一院里面呢一直在讲转女成男、啊。 那最后要去丈夫相，乃至如果你转女成男，是不是会本身就是有在修行嘛？乃至正得无上菩提，那以时间上来讲，不是单讲说哦，我这一世好好修行，那我这一世就可能完成，它没有一个绝对性，所以他是说，乃至于你开始好好修，你的清净法身现前哦。 这没有男女相咯，这就没有男女相。但是要证得无上菩提，讲的是佛的菩提，它是三生原备，也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万德庄严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你法身、法身证得清净法身，无男女相，是不是还会继继续圆满你生命所有的一切度化众生？ 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我们前面不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解释吗？所以那些乃至于你会继续修行，而直到正德无上菩提，基础于什么？基础于你转念的那个开始，而真的修行，这一路走下去，终究方向对了，你就会有早晚。 正务的那么一天，所以没有时间的限制。这药师佛的第八大愿，他要让女众了，深陷在自己的女百恶中逼恼的女众，好好的认清楚你自己。你好好认清楚你自己，那你就知道佛性大家都有的。但如果你现在这个范围里， 你的机会是很渺茫。那在座听了这么几堂课，对于自己是女众，会感觉很悲哀吗？不会啦，是不会。你搞不好下一辈子又是男众了、啊。那有些时候啊，你的心思里面根本就没有女人的哀怨跟那些习气，那么就是菩萨嘛。上次不是讲丈夫吗？ 能够听闻正法，那如果你还有这么诸多习气的话，要认清楚，要认清楚，这是障碍自己、逼恼自己的，是无法成就的。那这个地方乃至正德无上菩提，这个就要开始从悟再讲到正。今天跟大家来了解修行怎么悟。 是正的什么东西？我们常常在讲啊，修行开悟，开悟，开悟。你没有悟怎么正？但是悟在哪里？悟？悟就是你转，反转迷梦。我们众生处在什么？我们处在昏昧无知嘛，迷的当中。但是我知道这是迷。 我知道这个是我的杂染，所以当我知道这是真理，我听闻佛法是不是熏习？熏习完之后，我知道这是真挚、真实的道理。可是我每天是在我的世间、世间想法、世间的。 这所有一切里面，那当我在这里，所有世间产生的五蕴，世间的所有行为跟思考模式，我已经跟佛法的正知见常常在做比对，常常比对比对比对，我放弃。你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你内心要放弃你现在的坚持，就是我执法执，我向人向众生向受者向。 你每一个念头，你每一个想法，每一个什么，你都要放弃。这个是不是反转迷梦？然后你要知道佛的正知见，正知见是什么？当我开始比对比对之后，我每次都反转，我每次都在自己的知见里面反转。当你有一天你放下你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悟。他悟，只要你办法用的对。 一定会悟，是因为你没用。悟不难呢，悟真的不难，是正悟才是功夫啊。要悟，悟就是从什么世间的杂染而转，不是世间的杂染，所以是从染中看到净。第一个动作，从染中看到净。 觉悟真理实相啊！真理实相，它是不可言说的，它是不可思议的，它非为心思口意，你以为的这些以为，它是因缘法，它是毕竟空。所以悟是针对迷而说，对不对？所以修行，不管你是男。 圣女，你要先达到悟。佛教修行的目的基础是为了开悟。那开悟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这个开悟的过程里面，是不是会有一些知见？听闻佛法的知见，这些知见原来是听听，可是当你把迷呀、啊。 你的这些杂染的情形放下，放下的时候，你自然就那个原来的知见是成为事实，这是你所体悟到的东西了。它就不是所谓世尊给的开示误入的知见，那个智慧就会现前。原来。 所有一切是心意识的运作，是唯心的。心如工化师，原来是我相，是我执。这所有的一切的真实的相状，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当我放弃，当我不再坚持我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，所以当你这些放弃，那些真真实的道理就浮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？ 你内心全部一切就宁静下来了，它就不是波澜。这宁静下来，所以菩提就是能证的智慧，涅盘是所证的道理，也就是境界。它境界就是这样。那佛跟罗汉都是能证悟者。那我们在讲悟。 因为我们教理认识是不是知见？教理认识是深浅不一样。那你在自己对于你所有的每一个烦恼、每一个想法、知见的这些，你每次都能够回光返照，知道这是虚幻的哦。其实悟就是这样做，你可以操作而悟的。然后，因为你的杂染，你放下。 你慢慢悟悟悟悟的境界有分呐、啊，深浅有分的、啊，悟的境界深浅差很多。小乘呢，断三界的烦恼，然后了解则灭的道理，因为他知道无造作、无为呀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造作、造作，所以你知道。 无造作的状态之下，你心不再造作，你就完全宁静下来，你就能悟。悟之后，你就知道原来是自己在造作的心。所以小乘他第一碰到的就是遮灭，就是这其实啊，我们在生灭生灭当中，那知道这些生灭心宁静下来了。那大成唯识中，他就说，误入唯识之性。 唯世之性，其实也就是法性的意思、啊。三论中倡导不可得空，这是空的道理。那这个空讲的是毕竟空，不是指单纯的讲空。那华严每个宗派它使用的文字不一样，其实都是悟。华严是要正入。 佛的自境界，十佛之自境界，就佛的境界。天台中讲的是要悟诸法实相，禅宗主要就要谈见性成佛，所指的都一样，都是讲悟，只是悟的境界，每个人的这个范围。 测见真理的程度不大一样哦。举个例啊，你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烦恼杂思杂想在里面？当你把这些杂思杂想不再用你过去的串习，是不是一个接一个、一个接一个这样子？每天好像那个怎么讲？嗯，呃，那个球啊，线圈呢、啊？ 每天在那顶呀、啊，那顶几条比较烦恼的线圈呢、啊？好、哦，越滚越大，然后扯都扯不开，找都找不到头。你要学着修行你著，你要学着，你要学着不要串习你那些杂思杂想，一念一念念念念念念念杂染，念念生死，念念相相续，不要这样。你知道这这个代志，没看透啊，一行代志。 现在的感触不用跟过去曾经的经验做纠结，那你在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当下都让自己，哎、欸，不可得了，不可得，这个想法不一定是对的，这个感觉的五蕴呢，先止，哎，不要在这上面自己那么活泼喜欢它，那你这个断除烦恼的这种扰乱的情形，那只要静下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悟，这就这叫开悟。 那开悟就像这些东西啊，爆炸一样。你本来是不是这里一点点、一点点琐琐碎碎，可是你不把不把它串联。我们人是不是都爱安呢？就搞乌白修，就搞安的倒是不是这样？那个心意是活泼啊，那個、是这样牵连的。当你可以慢慢学习、学学学习去切断，那你切断。 内心也没有怀疑，没有恐怖颠倒梦想，没有那种意识形态有形无形的东西。当你一心放下，就能悟。那这个悟就好像你里面所有的东西，刹那之间爆炸一样，都都知道那些都是假的哦，放在里面的都是虚幻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重来，你已经知道过去种种。 都是虚妄的。那现在你是不是还是活着的状态？是,不是活着。根据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，不要用过去的想法跟过去的知见来解释。根据实相不执着而观察，而观察，那么就会相应。你那个智慧会现前，那个相应而去完成它。 相应去完成它的时候，哎，它是圆满的，你会产生妙用。那妙用去圆满的时候，哎，它的答案是圆满的，跟诸佛所说，跟这个实相它的因缘的果是不违逆的哦，是趋向于圆满的，这个就叫正。所以先悟才正。 悟之后，自然就会现前。在做什么的时候，就要证明于自己所悟的这些道理是没有错的，它就是实相。所以悟刹那之间什么都爆掉，然后不再执着，而这样去行住坐卧，在应万境而失自在的妙用。 这过程就会正那这个不用习气，那就是叫正悟。那这个悟是顿悟，是刹那顿悟，说立可顿悟，事须渐修。那正悟呢？这个过程呢、啊，悟有分大悟，那还有一时间的快慢。你前面呢、啊？ 你前面有好多好多的准备啊，同学修行就是在这个心地法门、心地的功夫上用功啊，不是不吃不喝，所以行住坐卧是一致的，但是你的心不是跟过去的世俗那边一直连接的，你是安住的。那这个时候，你慢慢的准备，一直到你悟，这叫见悟。 可是，对于当下悟的那一刻叫顿悟，就明白。要不要做功课？要不要心地法门下手？要。那你悟的时候，因为每个人他悟是基础于你本来的混杂的情形。那你悟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智慧现前有大有小了、啊，所以悟的范围。 这个道理，智慧有深有浅，但不管深跟不管浅，你都要基础于正法、八正道的修行、四圣谛这些十二因缘这些道理、三法印、四法印啊，这些呢悟之后有没有稍许的法值？有法还在，那法就变成你悟得的道理。 但是你要正悟的话，你要如实、如实的用这个基础来处理你身边对应于你所有的一切事，这个时候就能够证明你所悟的道理就是你的生命的样子，也就是它真实的实相。那这个时候，在圆满的过程里面，就是证得真实的智慧。 就是你悟的道理可以使用，那这个智慧就会正得，不会失去。这个就是厚德智，这、就是佛的实质。我们悟是不是佛跟我们不一样？是不是就智慧不同？所以正悟就是得真实智，这叫正果。所以一定得。 一定得好好修行，然后最后悟，悟之后呢，在实践与生活当中，如实的体验，而对自己所悟的这个道理，是如实的获证，证明它，这个叫总悟。那至于你在这上面是分证呢？ 还是怎么样的体会啦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唯有自己经验，而外人没办法替代，也没有办法揣测的。所以修行人来讲，有己证，就是自己所证，内证，内证的功夫，自内证，这样来称，来表达于自己证悟的。 正悟实相，这个智慧的内容。那所以正果啊，我们菩萨五十二阶啊，五十二阶里面十地菩萨呀，纷纷正啊，是不是清净法身？就是你这知道的道理，那你还要智慧现前哦。这个智慧现前，还要适用于你所有的一切里面。 行住坐卧，度化众生啊，所有的问题你都一一一一在这里面不违逆因缘果法。那这个这个菩提心啊，清净法身遍一切处，它没有执着相。那这个慢慢慢慢去圆满，圆满圆满，就是局部的局部的事情做圆满叫菩萨，全部都做圆满叫佛。 所以，我们正德清净法身说的是一分一分正法身，你智慧一分一分一分增长，一分一分去实践它，一分一分成就功德，到最后圆满成佛。所以，如果你从这个开始，如果女人，你的第一个起心动念是你要修正你自己，到最后呢，转女成男，甚至于能够乃至正德无上菩 这是不是在讲一个路径？药师如来他的第八大愿，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路径，而且他愿意帮助众生。如果众生你接受他正法所说的一切的道理，闻我名矣，听到我的名号的时候，就思一起、结构起你所学的所有内容，然后你好好修行吧，专女成男。 巨丈夫相，最后一定会证得无上菩提。这样听一听有没有消息？有没有信心？这个男众回答有信心，那女众怎么都没有回答？有没有信心？真的有信心。那第九大愿呢？我们先念一下，然后举几个例子。 那药师如来第九大愿啊，转邪归正愿，第九大愿、啊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，令诸有情出魔眷往，解脱一切外道缠服，若堕种种恶见愁灵，皆当引摄至于正见，见令修习诸菩萨行，数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好。 那这第九大愿是不是比第八大愿又更增上了？前面是乃至正的无上菩提，是不是个路径？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真正实质去帮助众生？那自己的知见如果有错的时候啊，当然要修正，而且要帮助众生把这个正知正见建立起来。 那帮助他修修行菩萨道，是不是下化众生？这、就是不是啊有下化了？下化呢？啊，如果你能够自己好好这样修，是不是速正无上正等菩提？这已经是行了嘛？那对于众生呢，也能帮助他一条路这样走上去。这第九大愿，他说啊啊，希望我来世什么时候不知道？这是因为他因地发的愿嘛，得菩提的时候。 那我要帮助所有的有情众生，能够有政治正知正见，能够挣脱出离魔的这种扰乱，天罗地网啊，都能够出理能够解脱一切外道的缠缚。那个外道当然讲外外道跟内外道，不受它的控制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如果。 这些众生呢、啊，堕落在种种的恶见丛丛林，就是各种不同的邪见呐、啊，邪见太多了，交织成浓密的森林了。<laughs> 很多人呢、啊，他想法都是很偏差的啦，没有一条对。你会觉得这安那也安呢，那、啊、也差在这多 <laughs> 想法看法差这么多，他就要有耐性。 这个药师佛，他就是慢慢的，他就是要慢慢的引他，皆当引摄至于正见，就要用各种方便善巧跟威神力来引导他们、摄持他们、护卫他们，慢慢的带，让他能够安住于正见当中。这个就是要弘法啦，这个就是是不是要弘法？是不是要介绍佛法、宣扬？ 正法，那把道理说出来，慢慢转转他的念，做给他看，建令修习诸菩萨恨，那众生呢就会慢慢慢慢的学习熏修，开始练习啊、呃，所有的菩萨行，最后呢会快速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那这种有没有可能？有愿即能行之。 如果你没愿，开不了口，开不了口。这个、哦、只有你走过的人，你才知道。我们也看过很多修行人啊，大家一样修行当中会不会体悟？嗯、会啊，你只要要好好修，都会体悟的啦。你只要好好修，从哪里就可以很基础可以体悟。 你要转你这个情的素质，就能体悟你你。你就爱恁囝，你这么想。我的儿子就是我千百世的父母，就是我千百世的丈夫，也是我曾经千百世的儿子，也是我千百世的恩人，也是我千百世的冤亲债主，都有可能吧？有没有可能？啊，那这个过去生过去世的。 关系法到现在，这不可说不可说。那你在想，其他另外一个人，他跟我的关系也可能是这样啊。那在这里面，我如此的深爱的我的唯一的儿子，这过程也有过去不可说不可说的因缘结构。那世尊叫我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所有的众生。那我儿子跟我的关系，众生跟我的关系。 其实平等平等当你慢慢这样子释放释放，你要从自己单一的情感锁链、情感的环节里面去转的时候，你就会悟一点点一点点就悟得情感是什么东西。大家是不是有情众生被情所苦？是不是这样？你可能变成无情动物吗？不是，世尊叫我们这个情要转。 情要提升为慈悲，提升为平等。它不是要灭掉你的情，而是最后这个情不是个别素质束缚的，这就是令诸有情。你要自己参呢、啊，你参得透，你现在是不是被情的天罗地网所网住？所以这个魔是哪里的魔？ 不是外来的魔，光心中就有一个情感的、情感的这些束缚在。说人呐、啊，这正不正、邪不邪啊？被情所逼恼，那被自己的欲望所脑海。先讲一个故事就好了。说外道缠缚啊，说啊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居士啊。 他太太怀孕了，啊，太太怀孕哦，当时哦就很开心哦，就请世尊哦到他的家去应供，他就应供完了啊，那这个这个居士哦，就请世尊哦为他解说解说，哎呀，公布经嘛，几个月啊，顺位啊吼，阿、啊、世尊你给我看哈，啊我这个我这个这后、个、拜是儿子啊女儿。 那世尊就说：“嗯，后当身男端正书好，极致长大，当于人中受天上乐，后当得罗汉道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是儿子啊，那长得很庄严，生出来之后很庄严，长大之后哦，人天啊，堪为人天师表啊，啊，那会受很多这个天人供啊，世间人的尊敬啊。” 后最后会证得罗汉道啊，证得罗汉果。哦，这居士听了就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。那、啊、这居士嘛就是这样啊，都广结善缘啊。当时在修行也不仅仅只有世尊啊。